姐妹看一下，这些图啊是咱们一个姐妹修完了之后给咱家寄过来的，有的是从咱家领的绣图，有的是从别家买的材料啊，修完给咱家邮过来的，里面呢放了一张纸条。其实像这样的纸条啊，以前也经常收到，我都默默记在心里边了。今天我也忍不住了，给大家念一下啊。长月你好，终于出成品了，心里还有些小激动。对于我来说，石绣是种热爱，也打发了我很多无聊的时间。希望成品可以合格，那样我就可以经常绣图了。相识网络也是莫大的缘分，希望友谊开始于绣活，便是余生有你的好姐妹。工作不要太累哦。最后祝你身体健康，开心常在。哎呀，真是太感动了啊！谢谢吧。然后呢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也借用这个姐妹的一句话吧。家人们，相识于网络啊，真是莫大的缘分啊！哎呀，看看一起看都是什么图啊？这是花开富贵图。家人们，如果你也喜欢十字绣，喜欢绣十字绣，欢迎关注我。这是翠色花影，看看绣的还是相当的好啊。这是火牡丹，漂亮吧？